好呗，看票呗。good way, good way。good way. Hey, Young. Yes. Friend Will gave us these mushrooms. Oh, good. Can you make something out of them? Yeah. I think I'm gonna make a chicken with the mushrooms. Wow. Yeah, that's good. Okay, let's go. 这香菇不错吧？看朋友今天给的这个香菇还挺好的，今天就做一个香菇炖鸡吧。What's happening, Elvin? 前两天在我们前院看到一只郊狼，而且还看到这方面的新闻，说附近呢有这个郊狼经常吃猫啊、小狗啊，所以呢我们不放心 Elvin 在院子里，就只好把它抓回去了。他不愿意，看看 Elvin 他特别想出来，先给他洗一下。把不过撕成两半，买了一只整鸡，这样炖起来更有味道。现在把鸡剁成块。切点姜和蒜，姜切片，蒜拍上，这是我前两天刚买的不锈钢的锅，今天第一次用，看看好不好用。终于又可以用铁勺了，把锅烧热，放一点点椰子油，不用放多了，因为待会这个鸡会出油的。好了，油热之后加入姜片和蒜，再加入香片和八角。哇，现在就觉得好香啊。好了，把鸡放进来，现在鸡肉炒出水来了，我们给它加点料酒。接着炒，出了不少水了，加盖煮十分钟。宝贝，嘿嘿，他就来了，来呀！那是狗尾巴草，把那个狗尾巴草捡起来，走了。好了，炒出油了，把蘑菇放进来炒，跟它炒一下。好，调一下味儿，生抽、酱油、盐。白胡椒粉，再来点蘸水吧，再加点蚝油，增鲜。再加点水，
香吧？好，炖半个小时。老板，老婆来，过来，看面线。看面线，真是个好孩子。给妈妈来，嗯，好吃的，真棒。那接着吃啊，还吃不吃？再吃点哈。好了，炖了半个多小时了，好香啊！可以了，起锅。搁点辣椒，再炖两分钟。再炒个青菜，蒿子杆放进来。加点盐，椒，好了。嗯，that's it. Yeah, it looks so good. Delicious meal. Let me take some.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是，稍等，可以再去拿个勺。看这个味道，再留一个吧，勺太多了，有点小。Wow, so good.Good. Mm. Let me try it. It has soup like this. It's good. Yeah. It's great. What's it? Good. Like breast. Good. This香菇新鲜的，不错。Thanks, Will. 蘑菇好好吃。